们彰化县政府志愿服务的一个 logo 吉祥物呢，我们是采用公开征选哈、啊，以及网络票选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吉祥物就是网络票选跟我们的进来都是第一名的哈、啊。那它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呢，就是以我们彰化县呢26个乡镇，因为志愿服务呢遍及26个乡镇，也是我们志愿服务的一个服务精神所在。